Le minist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a développé une plateforme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pour les élèves du secondaire au Cameroun. Une série d'enseignements dispensés par les enseignants de qualité pour les élèves du secondaire. Apprendre n'a jamais été aussi simple avec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Une initiative du ministè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sous la supervision du professeur Nalova Lyonga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ministère 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 la CAMTEL, la CIRTV et l'UNESCO. Nous introduisons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comme une autre méthode d'enseignement et d'apprentissage qui diffère du cadre de classe traditionnel auquel vous êtes habitué. Dans le mode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vous n'êtes pas avec l'enseignant en personne, alors prenez votre temps, détendez-vous, écoutez l'enseignant, prenez des notes et visitez les liens suivants pour toutes questions ou réponses à vos préoccupations. Allez-y à votre rythme! La solution du Cameroun contre le Covid-19 et au-delà. Professeur Nalova Lyonga, minist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Bonjour, 这节课的对象就是初中四年级的学生。那同学们，你们今天好吗？好，你为什么说你今天不好？因为今天天气很冷。非常好，老师今天很好。那老师先问你们。 我们上节课学了什么？上节课我们学了什么？你们还记得吗？谁可以回答？你来。上节，对，上节课我们学了公共服务，是吧？是的。那现在我们说。 上节课我们说公共服务是什么？医院非常好，我们可以说医院还有什么？银行对，学校很好，大使馆对。那今天我们从 B 改作业开始吧。好。 我们上节课作业的要求是什么？谁可以读？穆萨，你来，请给下面的汉字写拼音或翻译。很好，老师再读一遍，请给下面的汉字写拼音或翻译。 所以你们先要做什么？写拼音，然后翻译，用法语来翻译。第一词是什么？第一词是什么？我们的第一个词就是天安门，非常好。天安门，第二个，去留许可证，去留许。 核证，第三个，银行非常好，银行，第四个，公安局很好，公安局第五个，市政厅对，市政厅，那老师去检查你们的答案，你们写词的声调。 第一个天，第一声我们可以用手来读，天安门，天安门。第二个，居留许可证，居留许可证。第三个，银行，对，银行，第二声。第四个，公。 安局很好，公安局。第五个
市政厅，市政厅。你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们都做好吗？你们都做对吗？非常好，你们都很棒。那现在我们去看我们今天课的题目。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四课，我们今天课就是书写，书写。今天的课也就是去公共服务怎么走，去，这是我们今天课的题目。去公共服务怎么走？好，我们书写的大纲是什么呢？老师先要给你们介绍我们今天教学目标，然后呢，老师要给你们一些布置，预备知识。预备知识的意思是什么？预备知识就是已经掌握了的一些词或者一些知识，是吧？是的，对。然后呢，然后我们一起要做一些活动，活动。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练习，老师会给你们一些练习。最后就是布置作业，老师要给你们一些布置作业，回家的时候你们应该做这些作业。好，这节课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课的目标，为使学生通过学过的词语和语法典写一遍有关公共服务的小对话，老师再读一遍。这节课的教学目标，为使学生通过学过的词语与语法典写一遍有关公共服务的小对话。好，我们预备知识呢？预备知识就是已经掌握了书写技巧，能够读得懂并分析书写题目，最后就是掌握了汉字笔顺与笔画。那我们现在做我们的教学活动，请大家注意一下。好，题目是什么呢？谁来读？好，安娜，去公共服务怎么走？对，我们今天课的题目就是去公共服务怎么走。那为了好好做书写练习，应该掌握了什么？老师现在给你们一些建议，如果你们想好好做你们的书写题目，应该注意。第一个，你们应该看书写题目是关于什么，你们应该自己问书写题目是关于什么。第二个，想去哪些公共服务，想去，因为有很多公共服务，你需要的公共服务，你想去的公共服务是去哪一个？第三个，想去公共服务做什么？你们想去这边做什么？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来检查里面的答案。第一个，书写题目是关于什么？谁来？
对，书写题目是关于公共服务，是吧？因为公共服务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词语。第二个，书写题目是关于公共服务的作用。作用的意思就是，我们经常去一些公共服务做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去，是吧？我们应该，比如说，如果我想去银行，是为了做什么？我们经常去那边做什么？你们不可以去银行，看人，比如说看人或者去那边，咱不是应该去这些公共服务做，或者办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是吧？是的。好，想去哪些公共服务？你们想去哪些公共服务？喀麦隆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喀麦隆有很多公共服务是吧？我们有银行，我们也有机场、大使馆、学校是吧？市中心、宣讲办公室、医院非常重要的。市政厅、公安局很好，邮局非常好。我们第三个题，想去公共服务做什么？这里我们要看公共服务的什么作用，非常好。我们经常去这些公共服务做什么？我们经常去银行开银行账户，很好。我们去医院看病，是吧？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做什么？看病。对，去大使馆办居留许可证，很好。去或者来，我们可以去或者来学校。做什么？学习，很好。去公安局办我们的身份证，身份证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好，去机场坐飞机，比如说想去法国或者美国或者中国的时候，应该去机场坐飞机去，是吧？是的，很好。还有去邮局干嘛？去邮局取钱，我们可以去邮局取钱，或者取包裹。比如说，你妈妈在杜阿拉，她去邮局发给你一个什么包裹，所以你应该去雅温德的邮局做什么？取你的包裹，很好。那咱们应该记住什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先把题目读2、3次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回答书写题目或者书写练习，应该把题目读2、3次。好，然后呢，你们应该找到题目的关键词。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就是，题目非常重要的词。你们应该去找到，把它们画下来。第三个，回答一个书写题目。目前题目前应该对自己问一些有关书写题目的问题。老师再读一遍，回答一个书写题目。前你们应该先对自己问
问一些有关书写的问题，然后呢，这些提问题与回答会指导你更好的写书写内容。好，现在我们练习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练习就是，下面是公共服务的一些作用，请大家使用。下面的我再读两遍，下面是公共服务的一些作用，请大家使用。我们刚才说，你们先要把题目做什么读两三次，所以老师再读一遍，下面是公共服务的一些作用，请大家使用。对你们来说，这个练习的关键词是什么？第一，我们有什么？对，我们先有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这里是一个关键词，还有什么？对，还有作用。下面是公共服务的一些什么作用？那要求是什么呢？应该做什么？请大家使用。最后就是那个使用。我们应该使用下面的什么公共服务。好，第一个就是什么？办身份证。第二个，看病。第三个，取钱。第四个，办居留许可证。第五个，坐飞机。第六个，取包裹。那现在我们去检查同学们的答案。好，我们经常去，第一个就是办身份证。我们经常去哪里办我们的身份证？公安局，非常好。我们经常去公安局做什么？办身份证。第二个，看病，生病的时候应该去哪里？对，应该去，我们经常去医院看病，很好。第三个取钱或者取包裹，我们经常去银行，不是包裹就是取钱，我们经常去银行取钱。对，第四个，办居留许可证，我们经常去大使馆办居留许可证。第五个，坐飞机。我们经常去哪里坐飞机？我们经常去机场坐飞机。第六个，取包裹。我们经常去邮局做什么或者干嘛？取包裹。很好，老师很高兴，因为你们都很棒，很好。第二个练习，请连一连。好，你们看，第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你们要连一连，跟
右边的词，第一个就是上课，第二个是办身份证，第三个就是结婚，第四个就是看病，第五个就是办居留许可证。好，你们应该连一连。好，对你们来说，试卷题的答案是什么？学校。我们经常去学校干嘛？医院呢？很简单，是吧？是的，对。第四个，大使馆。最后就是公安局。左边的词就是公共服务，是吧？右边的词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作用。很好，那现在我们去检查同学们的答案。第一个市政厅的答案是什么？结婚。非常好，结婚，我们经常去市政厅结婚的时候应该去市政厅填。好的，第二个我们有学校，你们是学生是吧？对，你们经常过来学校干嘛？上汉语课是吧？对，汉语就是什么？汉语很美丽的语言是吧？是的，对。第三个我们有医院呢，我们经常去医院看病，对。第四个，大使馆，我们经常去大使馆办什么？办居留许可证，对。比如说想去出国，或者法国，或者美国，或者想去外国，你们必须先去大使馆办什么？你们的居留许可证。好，第五个是什么？公安局。我们经常去公安局做什么？办我们的身份证，或者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问题的时候，应该去看警察，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是吧？是的。好，现在我们总结。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经常去市政厅做什么？结婚是吧？结婚的时候必须你们应该去市政厅，很好。学校，你们是学生是吧？你们每天都来学校做什么？上课。你们来学校学习，你们来上课，所以老师也来学校做什么？上课，对，或者讲课都可以。第三个，医院。生病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要待家，你们应该去医院看病，很重要。第四个，大使馆想去，比如说法国、美国、外国，你们必须先去哪里？大使馆干嘛？办你们的居留许可证。好，
第五个呢，谁来回答？第五个谁来读？你们可不可以读？好，我们经常去公安局，对，公安局，第一声公安，第二声公安局，对，我们经常去公安局做什么？办我们的身份证，身份证写上就是你们的名字，你们在哪里出生，你爸爸的名字，你妈妈的名字，对，还有你们的照片，身份证上有你们的照片，身份证是最重要的文件。好，用下面的句子撰写一个小对话。我们有第一个就是医院看病，公安局办护照，去邮局取包裹，申讲办公室。那现在老师，我要检查你们的答案。我们的对话很重要，对话总计有人。我们的对话就是跟菲菲和伊萨。菲菲您好，伊萨您好，菲菲你是哪里人？我是雅文的人，你呢？我是马鲁瓦人。请问我想办我的护照，但是去这些公共服务我不知道怎么走。这些公共服务都在申讲办公室旁边，你认识没有？认识了。好的，谢谢您。不用谢。老师再读一遍。您好，您好，你是哪里人？我是马鲁亚温德人，你呢？我是马鲁瓦人。请问我想办我的护照，去医院看病和去邮局取包裹，但是去这些公共服务我不知道怎么走。菲菲，这些公共服务都在申讲办公室旁边，你认识了没有？认识了。好的，谢谢您。不用谢。那现在老师要给你们布置作业。你们的作业，回家的时候你们的作业就是，你的朋友小王刚到杜阿拉，他想办他的身份证，然后取钱，最后办他的结婚证，请跟他说哪些公共服务他需要。好，你们可以去网络参考，这是我们的参考资料，你们可以在家去网络检查。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一节课就是汉字课，同学们再见，老师祝你们周末愉快，再见。Una tege si ma tege yob, una tege minga ma tege nyom, una tege ma jang ma tege ndom, mane tambia niña ne injo biayan, ngani bana ma tege mot, ngani la kiri wa tege ndong, esa kina bia dinkido, mane tambia niña ne injo biayan, tam tama mote tam zabike,
Tam tama tonge tam zabike tam tam tama mote tam zabike mane tambia niña ne injubia yen.